是要有异象，看见超越的基督，神经论的中心与不及，中心与不及，乃是神心动中那宝贵结局。在升天里的人子已经得着权柄与国度，并且他的来临要了解人类的政权，带进神永远的国，带进神永远的国。得胜者如发光的星，乃是基督者我心的福祉。他们是众召会的使者，与一座圣使者的基督是一。成之算一生
荣。